上次我跟你说，那时候啊，我可以做50个伏地挺身呢。你这样子蛮厉害的耶。Hello， 瓜子教授，哎呀，哎，不知道你们在 talk 什么，感觉 talk 得很开心呢。妹妹老师啊，我们啊在聊当兵的事。我跟你说，那个时候啊，在我们营区里面有一个恒天兵，他那时候就拿了一个手榴弹。Excuse me， 不好意思，因为我买了一匹很漂亮的布，想要做这一季最流行的衣服，不知道两位男士是不是可以给你 a hand 呢？他又闪开了，我太好，然后呢 ？Please give me a hand。hand。然后呢？接着他就又丢了第二个。求请他们帮我搬的锁。哇，有事来了。静玲，妹妹老师，为什么阿兵哥都穿绿色的衣服？还有一点一点的。不止这样，还有第三颗他丢到了脚边，好危险啊！还好没拉开。趁他们聊得这么开心，看来这个问题就交给妹妹老师来回答吧。一二，精神打手，雄壮、威武、严肃、刚直。一二，立定！一二，现在开始服装也有检查。你莫名其妙穿着什么东西啊？长官，你没有看美美老师她最新一期的秋冬杂志吗？她有说啊，像我们今年秋冬呢，就是要穿这种长版的西装，才可以显得出我们的腿有多长有多长。还有，那本里面还有写到啊，这一页有没有？跟这一页。秋冬啊，我们的红色长围巾一定要有，而且你看，一秒变长官，就在时尚。长官不止这样子，它上面呢还有写一些。还有，你们两个莫名其妙，乱七八糟，立正站好，向左看，有没有看到？番茄弟兄穿的才是我们标准的服装。长官，他穿这样子哪有我这一套这么好看啊，他上面一块绿一块土的，哎呦，拜拜哦。对啊，而且谁说军人一定要穿迷彩服啊 ？No， 你们这样穿是很危险的。为什么？那是因为迷彩服最大的功能就是让军人打仗的时候容易躲藏于丛林野外，不容易被发现。你们想想看哦，如果在丛林里穿着一身红衣服，敌人一下就发现你了，这样子我们还能活命吗？所以我才是真正的赢家。很好，番茄弟兄放荣誉假一天，现在去收东西准备离。是。谢谢长官。哦耶！至于你们两个，一个莫名其妙，一个乱七八糟，这个礼拜不准休假，留营看守。啊！妹妹老师，你也帮帮忙嘛，我们都是看你的杂志学的。对啊，你也负一点责任嘛。谢谢你们的支持。不过你们要知道，什么样的工作就应该要遵守工作的规则啊！不是要你们现在穿，而是要放假的时候穿。长官，你说是不是啊？没错，你们两个不要狡辩，立正站好，输给我，愿你跑不正。一二，保卫国家，一二，维持安定，一二，协助救灾，这就是伟大的军人。Perfect， 军人真是种神圣的职业。敬礼。
口号哦，一起嘿嘿，一起嗨嗨，一起哈哈，悠悠啦啦队每天都会帮你们加油哦。现在跟着哥哥姐姐一起来跳悠悠嘿嗨哈，欢迎我们最优秀的悠悠啦啦队。还喜欢今天的节目吗？喜欢的话就继续准时收看悠悠点点名 Q， 下次见。